令你师傅，我呢批份工好多阻滞啊，啲嘢做极都做唔完。你话会唔会有啲小人喺度搞搞震呢？从发质其实睇到一个人嘅运势嘅，你啲头发咧又粗又硬，本来都已经有啲个性比较固执噶啦，咁喺公司梗系容易有小人啦。啊，点解我条命咁苦噶？如果你想强化自己嘅运势咧，可以染一染头发嘅。睇咗你嘅命格啦，其实咧你就最好用咧偏紫偏红嘅颜色，染咗之后头发光亮啲，人缘自然好好多啦。赠你几句啦，鼠年嘅事业增运方法就系、是、鼠年事业运最好嘅生肖咧就系属老鼠、属猪同埋属猴嘅朋友，呢三个生肖不妨把握一下，步步高升嘅机会咧就喺老鼠年啦。同时咧亦都可以进修一下噶噃，其他朋友就要留心文昌星飞临嘅位置啦。老鼠年文昌星是飞临西南方，这个位置是属木的水生木，最好就是放水种的植物，又或者四肢的富贵竹都会有步步高升的现象的。小朋友的书房同样都应该放四肢的富贵竹，又或者面向着西南方打电脑，这样都会好一点。其实除了催旺文昌星，绿色都是好利文昌的，无论是一些的书台布置，又或者是窗帘的布置，多用一些间条或者是绿色的布置，都会令自己的事业运畅旺一些。在喜气洋洋的新年，当然是用包装红当当的日本染发品牌史一奴思悦染回个靓发啦。思悦的白发染发乳霜完美遮盖发根，令你拥有亮丽发丝，自然增运添喜悦。史一奴思悦里面有葡萄籽油等五种天然成分，令头发染咗之后变得更柔软。呢段时间，小奴思悦染发产品有新春好运价，欢迎到各销售点选购啦！祝大家鼠年鸿运当头！